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胖饺子的频道。这期视频呢是做口红的相似色。我呢从我所有的口红加唇釉中找到了四对就是特别相似的口红和唇釉。要想知道它们都是哪四对，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上呢就是这四对，然后八支口红加唇釉的试色，你们有没有觉得特别相似？你们有没有觉得特别鬼打墙？我们可以一一的简单来说一下。首先呢，这八支口红加唇釉，我是只涂了一次，就是薄薄的涂，不是涂两三次的那个颜色。但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兰蔻的这个356，我应该是不止涂了一层，我应该是至少涂了三层。YSL 的这个407呢，我应该也是涂了两层，因为这两个呢就是比较镜面，所以说就是不太显色，然后我就涂了两层。其他的口红呢和唇釉呢，我就是只涂了薄薄的一层。这两支的颜色很相近，就像那个干枯玫瑰色。这个呢是兰蔻的356，这个呢是很火的 YSL 的黑管的镜面唇釉407。大家也看到了它俩的颜色的具体有什么不同。它们俩的质地呢，对我来说也是很不同。这个兰蔻的356呢特别水润，就像水涂在了嘴上，显色度特别不好，大家也看到了，涂了三四遍嘛，然后真的是没办法了，这个涂在手上是好不容易涂了带点颜色，手上的试色呢大概涂了六七遍的颜色。这个的 YSL 的407呢，应该是快要干了，它快要没有了可能是，所以说它就比较干一点。但是它们两个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它们都是镜面的唇釉，就是特别就是反光，特别有光泽感，然后持久度都是一样的，就是中等的持久，就是眼唇卸妆液一下也就是卸掉了，没有染唇的效果。然后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它也会掉。如果它俩呢进行比较呢，这个 YSL 的这个持久度会相对来说是好一点点，比这个兰蔻的356。接下来呢是两支口红，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两支口红真的是鬼打墙的一支，是我试色的这四对当中最最最相似的。这个呢是 MAC 的 Mocha， 然后这个呢是 Rimmel 的色号呢是47号，这个是我在平价商店药妆店里就能买到的，特别便宜。这个是 MAC 的，相对来说也不是很贵。我在试色的时候呢，它俩的质地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口红很 creamy 的质地，但是相比较来说呢，这个 Rimmel 的会稍微滑润一些，稍微滋润一些，相比较这个 MAC 来说，当然了这个 MAC 也是很滋润的，不是属于那个拔干的那个 MAC， 是属于很 creamy 的，它们两个都是很 cream 的那种质地。但是这个呢 Rimmel 的这个是相对来说涂在嘴上相对比较滑一点，滑润一些。接下来呢是这一对呢，这个呢是阿玛尼的500的色号，然后这个呢是 L'Oreal 家的318，他们俩是不是也有一点点的相似呢？这两款呢就是涂在嘴上质地基本上是一样的，滑润度，然后显色度，持久度基本上是一样的。最后一个呢是这一对，是这两个支，这个呢是阿玛尼的501，然后这个呢是 NARS 的液体唇釉 American Woman。这两个呢在质地上是不一样的，阿玛尼的这个呢就像慕斯特别 cream 的那种质地，而这个 NARS 的这个质地呢就特别水，涂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而且NARS 的这一款水感特别强，然后它的这个质地然后涂到嘴上特别有水润保水的那种感觉，我现在嘴上就是这个 American Woman 的，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刚涂上的颜色和现在所呈现的这个颜色会稍微不太一样，涂时间久了之后这个颜色会稍微加深一点。第二点呢， NARS 家的这个 American Woman 这个唇釉呢不太好卸，这个阿玛尼的这个501呢就比较好卸一些。以上呢就是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加订阅哦。你们觉得哪一对是最最相似最最鬼打墙的呢？记得在底下给我留言，谢谢你们的收看。